古代の帝王らがこぞって求めた仙道の秘宝、丹薬。秦の始皇帝も自らを不老不死とするため、その禁断の薬を望んだという。しかし、絶大な力を与える丹薬は世に災いもなしたとされ、秦が倒れた後も戦や権力をめぐる暗闘の陰には必ず丹薬があったとも言う。時は流れ、漢王朝が衰微した今、再び丹薬の輝きを帯びた暗雲が世を包み、各地の眠れる竜を目覚めさせようとしている。兄者、我らが弟の勢いをご覧なれ。好天の世は目前ですぞ。天下大吉。天下大吉。お助けくださ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なたの傷が癒えてよかったです。見つけたぞ、不死の丹田を持つ者よ。好，我们来捏对点心吧。这刚刚是没画面是怎样？哦，哇，好精致哦！是给，然后他的语音是可以用英文跟日文，然后因为是三国嘛，所以我就想说用日文好了。是给，还要给一兄弟，哎，就两种。哦，就男女这样，然后外观，哎，很正哎，哇哦，哇，在三国时代有一个金发妹子啊，奋勇杀敌，我想是一个很不错的，哇，黑美人，哦，露露，哦，这个好日本风，这个就日本风，比较不像汉人，这个比较像汉人一点，啊，这样，哦，这个。这种异世界哦，可爱的妹子应该还是可以再调整啊，只是基底先做个。哎，这个跟第一个很像哎，我觉得第一个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人，其他都不像。这个怎样？这哪里来的？孟获、哦？这个也蛮 OK 的，我觉得这个日本妹子也很适合。
颜色我觉得不要动好，就这样。站姿是怎样？没看到什么改变呢、啊？哦，足具，我觉得这个还好。嗯，肤质是这样。女生都没什么差、啊，称呼方式、外貌，他都是男生呢、欸。哎呦，下面一大包，但是女生啊，开什么玩笑？看着心情才好啊。哎、欸，太多了吧？我要调到民国几年？我觉得是选这个好了，这个我比较顺眼一点。要一起去洗澡堂洗澡吗？我还是觉得怪怪的啊，到底是哪边怪怪的？等一下我啊，这样子可以改哦，可以改脸部轮廓，哇，太多了吧！我调到什么时候？啊，刘海都挡到了，知道调什么？麻烦哦。宽度，太多了啦！下巴越尖越好，是不是？尖刀可以戳死人，太多了。老程度，哇，还有老程度哦。哦，是这样子哦。瞳孔，左右对称，哇，太多了啦。可以调胸部吗？我想看一下。瞳孔形状，我看不出来啊。调颜色比较适当一点吧，哦，有颜色有。哇，万花筒写轮眼，怎么这颜色蛮漂亮的？异瞳，太异瞳了吧？颜色就比较好。这是，好，就这样。我喜欢异瞳，异瞳的妹子最正了。眉毛不是刘海可以拿掉吗？重点，等一下，胸部大小可以调，应该是可以哦，真的可以 ，skate， 但是呢，我们刚刚好就好，太大太小都不好啊，就这样，身体冲刺。什么东西？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哦，花哦，花，胸部吃一朵花，很合理的嘛。精忠报国，好多啊，太多了吧？可是有些图案我没看到啊。右手哦，调位置是不是？可是我看不到位置在哪里啊？我不能调它那个。视角哇，怎么调它视角？好像不行哦。穿脱防具，我刚怎么换它的那个？因为它的下面操作是用那个键盘的，我现在是滑鼠。发色、发型，释迦牟尼佛，哇！我第一次看到牙齿也可以调啊，
但是白白白白的，白白干干净净的才好啊。牙齿颜色也可以调啊？藏哪里？是否黑齿？哦哦哦，这是调这个的，好丑、哦，把牙齿张开真是怪怪的。涂粉黛，哦，粉黛是这样，不要。化妆身体，好，胸部是可以调整的哈。好，随便讲就这样，整体胖瘦一并设定。好，就这样。肩宽，头大小，身高，我觉得这样差不多吧。就这样。声音。语音测试，好，我们就捏成这样吧。好，就这样。これでようやくわしの宿願も叶おうて。あなたと一緒なら勝機はあります。その曲はお守りと思っ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の窮地を救ってくれるでしょう。これ以上の非道は許せません。行きましょう。生成した薬です。傷を癒す効果があります。跟你讲啊，选女生就是选对了，看这个抖动。嘿嘿嘿，ダメです。嘿嘿，我们熟悉一下操作了啊，吧？啊，就是你啊，真的有操作。祭祀攻击是什么？按着不放吗？朝着墙壁可以跳跃、啊、哦，是这样子哦，要怎么用？跳不上去，应该是特殊的才可以这样跳。前面还有人吗？有个光。欸，玩这种 3D 游戏我还是要眼睛要很专注的。跳不上去啊 ！OK， 应该是不能跳吧？哦哦哦！哦，帅哦，跟自然的概念是不太一样。是格挡，他格挡不是像自挡那样。我在哪里？我是谁？我在哪里？我迷路了。我想再试一次刚格挡。哎呦！
就这样死去了。哦，在哪里？从头开始啊。OK， 好哦。因为我会被火烧哦，我现在才知道。哦，格挡是这样子玩的。刚刚拿的东西要重新吗？重新拿吗？不用吧，不用。我比较好奇，死掉的话会不会跟智长一样，就是龙壳啊什么的？看起来是没有。哇，真的是帅！其实建议还是先锁定一下敌人会比较好的样子。好，锁定了 ，Come on, baby。然后我拿到一个东西吧，什么钱吗？跟一个魂，被尴尬起安妮啊！我觉得血量是中间那个绿色的吧。然后火会烧到你，所以火要小心一点。后面的呢？看一下哦，这个好像跳不上去了。还可以。士気の高い相手を侮ると痛い目に遭いますよ。也就是说，前面那个人没难打，对不对？好，先不要说了，他都提醒我了。走着。今では罪なき人を襲う賊になり下がってしまったようです。刚打一个小 boss。一体何が彼らを？蒸汽碎片，可以存档吗？有，龙虎怎么跟自然那个有点像？力气、牙气，这个帅，不屈级别，士气级别会在死亡时下降。哈哈，这有点像了，超像的，备战行军。哦，好，还看不明白，记证，锻炼 ，OK， 木德，体力，好，我先随便按好了。哎，我可以强化吗？哦，透过攻击或者气势，察觉有关 ，OK。先选这个好了，休息应该就是存档了吧？应该是吧。黄金贼图手记上，这好多新资讯哦，有点负荷不了。装备稍微单纯一点点，是刚才拿到的东西哈。为什么脸看起来好呆哦？好，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哦，这是义旗，然后嘞，看这边没有路，没有路，
可以直接跳过去吗？可以。我要怎么瞄准他？哦，好不暗杀哦！这暗杀的手法果然跟自然差的有点远哦。Hello， 我的队友到底有没有用啊？哇！哦，你也会跳上来哦？而且就我会跳上来。我觉得格挡是少用好了，因为我有时候不确定他是必杀招式还是什么。牙明者战衣，异明者战衣。对啊，滋长者不是不会跳吗？但是。对啊，他会抖啊，有没有看错啊？要打 boss 的吗？为什么？彼らを追い出せたら私の家に寄ってもらえませんか。改めてお礼をさせてください。あ、你这样邀我去你家。第一次见面就叫我去你家，这样对吗？我可是女孩子耶。那敌人我以为是宝物，上面有东西，我要先走这里吗？暗杀，对。哇，你是谁 ？C B。哦。哎，没打到了。那你可以。那么大的动静都没发现，你也是蛮天才的。利奇是利弗雷格吗？哎、欸，捡了吗？捡了。弗雷格。
击。没有。牙将是吧？西凉哦，我以为是小兵哎。好，他受伤昏厥的时候，我可以用那一招，会有伤害很高。有变好打。
見事は勝機をつかみましたね。これで村も救われ、我が手に何を落ちよう。王竜、噂にたがわぬ力よ。あなたはこの乱世を治めるのに必要な人。死なせはしません。我这边先简单讲一下，就是你可以靠一些就是农庄，然后把攻击力上升，会变更好打一点。对，大概就这样。然后就熟悉招式，敌人的招式，然后格挡、反击、化解这样子。总而言之，就是要靠这几个操作啦。整体打过下来是蛮不错的，真的蛮不错的。哼，道を開けよ。逃げろ！ご長が敵に。喋るな。傷が深い。先に陣に戻れ。先ほどは失礼した。義勇兵か。ならば今よりその勇気を拙者に重ぬか。拙者は高孫さん殿の兵を預かる趙雲。あざ名は紫龍と申す。この唐山は黄巾どもに占拠された。腕に覚えはあるようだが、一人では心もとなかろう。なんだてめえら。俺たちに歯向かうやつは生かしちゃおかねえ。誰だ、味方か。まだ逃げてない奴がいたとは。ここは終わりよ。国に助けを求めても援軍など来る気配もない。黄巾どもに一心報いたかったが、もしもここまでのここは我らで迎え撃つぞ。
今までの敵とは一味違うようだ。油断いたすな。よく戦ったな、友よ。貴公の戦いぶり、実に見事だった。これほどの強者が無名でいたとは、今まさに天に昇らんとする竜を見た思いよ。功を競い合った友は、別れ際に笑顔を残し戦場に散った。守るべきもののため、拙者はどこへ向かうべきか。竜のごとき強者よ、貴公は道を示してくれた。この超死竜、乱世を貫く宗師たらん。たとえ百万の軍勢が押し寄せようと、麒麟のごとく太平への道を切り開かん。行こう。この山を奪還し、友の無念に報いるぞ。初めて見る顔だね。どっから来たんだい。ま、いいや。血も涙もないこのご時世、獲物の良し悪しが生死を分ける。違うかい。おっと失礼、あたいは主家、旅の鍛冶師でね、一流目指して腕に磨きをかけてるって寸法さ。あたいの仕事。 OK。就是强化或是购买武器。哦，原来这是你，好，太棒了。OK， 也可以强化原本素材，原本的。但是 ，OK， 好，大概知道了。
特性ありそうだ。柱子放了，獣者ども、ここが形状としてのことか。天中宗の女ともども、餌食となるがいい。さあ早く安全な場所へ。太平にまた一歩近づけたか。助かった。ありがとう。命拾いしたな。しかし礼を言うならこっちにだ。私の名は高尚。合金のことを調べているの。その玉、拙者は一度戻らねばならん。黄金の本拠高層の砦に向かうといい。貴公のような猛者が加われば官軍も勢いづこう。はっ、私も連れて行ってくれない？